一个不一样的夏天，入伍生们提着行李来到陆军官校报到。进校的第一天，领装备，当然也少不了礼法。这是个由民转军的过程，是一个开始，也是入伍生踏入军旅的起点。在陆军官校的入伍训，除了日常生活教育班长紧迫盯人的各种要求，最充实的就是许许多多的训练课程，包含步枪实弹射击、500公尺障碍超越、刺枪术等课程。同学们在教育班长的要求下，必须完成各种训练，辛苦是一定的，但是大家都咬紧牙关，努力地撑下去。为成为一位合格的军校生而努力。因为这个入伍训主要目的是他们都是各官校的学生，那将来都是要成为军官领导人员，所以在各项训练方面会比较要求他们各项动作以及所有程序。那在生活上管理，我们会灌输他们军人就是要服从纪律，因为他们是由民转军的这个过程。很多口令或者是命令上面，他们会不习惯，借由这些平常的训练，让他们有培养出自律以及服从命令的精神。永远忘不了手榴弹实弹投掷时的紧张感，从领弹到投出的那一刻，爆炸的声音震耳欲聋。不断在投掷区里回响，令人难忘。就是昨天丢假弹，然后因为一开始都做空操，然后不知道什么叫做什么拉开保险，然后转开，然后是看到之后才知道要怎么做，然后很怕就是一拉开那个保险销，手弹就直接爆炸。这其实不会，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会忘记流程，然后会一直怕被教官骂。就是要报学号，然后拿只手投弹，当下非常震撼，就真的爆炸给你看，然后还会有尘土飞扬，然后还会打到东西的声音。防毒面具的试戴及学习，是每位入伍生必经之路。尤其进入毒气室后，再脱下防毒面具，体会 CS 胶囊气体带给皮肤的刺痛感，感受非致命性的化学武器所带来的生理反应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戴上防毒面具要进到毒气室之前，就是心跳加速的感觉，然后进去的时候就是戴着防毒面具开始没什么感觉，只是手就会开始有点刺刺痛痛的。然后脱下那一刹那，就是有点想吐的感觉。然后后来要出去的时候，记得后面的同学就一直说：“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”然后刚出去，然后口水就一直流。对，然后觉得是个很不错的体验。震撼教育是入伍生所有战斗教练课程的综合验收，除了是体能的展现外，同时也是心理抗压能力的考验。入伍生不怕挑战，因为只有这样严格的训练，才能强化入伍生的心理抗压能力及意志力，奠定基础。
开始是还好，然后到中间高傍晚的时候，就是地上又是水，然后又是泥土，然后头又不能抬很高，身体要维持低姿势，然后要努力维持体力往前爬，然后入胜觉得高傍晚的部分最令我印象深刻，然后到后面的冲锋也是很喘很累，因为你已经很累了，然后还要奋力吼，然后奋力跑，然后往山坡上面冲。好好勾，因为之前练习的时候我是有时候都会没踩好，然后没踩好的话就会不小心就是往下一踩空，然后刚才就是慢慢调整呼吸，慢慢操作，一步一步来，然后一步一步踩，然后所以我就很顺利，然后也很快的就通过壕沟。陆训是对于陆上来说是一个由民转训的过程，那他们要学的就是循序渐进，我们要以身作则，把最正确的观念交给他们，给他们树立最良好的基础，将来学员教育之后回到各官校能够好好的适应生活，在未来的军校生活培养出最好的观念，以利之后下部队能够顺利的任官。终于入伍训练到了尾声，各校的同学在结训后也各奔东西，各自开启不同的军旅生涯。若说入伍训练带给大家最大的收获，就是学习到如何服从，如何在逆境中接受挫折及抗压性。更重要的是，透过这样刻骨铭心的训练，让入伍生脱胎换骨，成为一位具备初始军事学养的军校生。未来仍会秉持着从军的初衷，坚守岗位，为捍卫国防安全努力奋斗，守护中华民国这片美丽的家园。